好，那个，哎呀，右下有个牙齿稍微有点，异样的感觉啊。我又看到那个，昨天那个镜头啊，昨天那个镜头，就是飞碟在挖石油那个这边啊，我这边动作，我在那挖石油这边动作，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拿了一根牙签呢啊，就是我那个说日本人，他拿了一个牙签呢，在我牙齿这边套了两下子，哎呀，难怪昨天，昨天除了那个岛上的信息这样子最主要的啊，是昨天是有点异样啊，是有点异样，是拍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有点异样啊，拿了个牙签在我这边牙齿这边套了两下子啊，他现在告诉我了啊，后来看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在那边要拍的话，这么重要的信息在那边的话，他发现我没看到他。他就走了啊，走了以后在那边等我啊，在那边等我，所以后来，住了一个飞碟啊，住了一个飞碟，不是住了飞碟，住在那个飞碟营呐，住在那个飞碟营呐，我在这边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飞碟营了啊，以前我看到那个飞碟营呢，从来不头痛的啊，但昨天我见到，昨天我。接我女儿出发的时候，我只是有点累而已，疲劳而已啊。但是呢，我见到这个飞碟，以后啊，头重的不得了啊，感觉头重的不得了。后来我就见到回到家，也就大概2分钟以内，因为开车嘛，很快的嘛，2分钟以内就转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头重的不得了，我就哎呀。就睡了啊，就没有马上去找这个飞碟的情况。我很想去找，因为这么太明显了啊，太明显了，太显，哎，这个太明显了，又那么近，又那么直接直接跟进。但是呢，走过去我这个路，因为呢，我判断不出那个路到底在哪里，因为那个这里有好多路嘛，一个两个隔开的房子，两个背靠背的房子。就是路，在两个背靠背的房子就是路，反正都是一排排的，都是这样的嘛。然后山这边也是这样，就一个绕一个，一个绕一个，我就不知道方位了。再加上一个头重嘛，就没有直接过去嘛啊，没有直接过去啊，没有直接过去啊。现在，我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我现在今天就愣着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，好吧。先这样啊，好，先这样啊，嗯。